三大金句，我不想学，我不要。为什么不玩 Cora？ 不是为什么不玩悟空吗？我听的比较多的好像是为什么不玩悟空？为什么不玩悟空？悟空不就好了？悟空不是飞起来了？悟空不就好了？是挂机吗？可以挂机啊？还是什么？还是什么？你的 Inaros 不够硬。你看我都没有开技能，从一年前记到现在。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9月10号我生日那一天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去清新节？哦，对啊，那个也是那个登陆艇的。希望钱从天上下下来。希望钱从天上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OK， 感谢月猫猫，谢谢月猫猫的100块，谢谢混合。原来赵成旭跟我外甥同一天生日，赞助一下生日礼物。谢，感谢 EJ 10141500块，太多。你这个应该留在那个啊，留在生日当天给啊。那个留言仔想想就是假的，然后可能改个设定就影响战甲技能了。我觉得大家先不要把话说死，好不好？既然已经叫做留言破解，看结果而定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。对，不要把自己话说死，然后就自己被打，就到最后真的被打脸。对，那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，孩子。我现在对女性的 warfriend 哪一个有兴趣？女性的 warfriend 哪一个有兴趣？哪一个叫做女性 warfriend 啊 ？Hildren 算女性 warfriend 吗？你要先去翻他们的那个内裤这样子。好。我确认了，这个应该可能，也许可能只是太小，但是至少我没看到，所以应该是女的。好，那这个可能我有兴趣之类的，这样子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分辨男女，不是每一个战甲都分得出来吧？你们真的要预设别人的性别哦？那 Neza 到底是女的还是男的？来，请回答。接下来你们的回答就会决定第一要不要把你们锁起来。哇，你把那个封起来了耶！你好棒哦，在杂志班就跟好像托儿所一样。哇，你好棒哦，你怎么这么棒，跟哄小孩一样。你的血是不是要越来越大了，孩子们？看到好大一颗，那个好大，我要那个大的。最近找小谢玩星之，星之什么啊？星之什么？你星之画皮异度系列会玩不下去。异度系列是什么东西啊？超异度神剑，我玩很多日系 RPG 都玩不下去啊！光看他们在讲话，我就玩不下去了。看他们把内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，我是一个废物，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做，我怎么这么烂？我这样子要怎么打败大魔王？然后旁边那个人就会走过来，啪！你知道你如果现在放弃的话，你什么都没了。你要现在撑下去，我会好好加油的。然后我就旁边看他，啊，好了吗？讲完了吗？差不多都这样子。日系 RPG 的剧情差不多都长这样子，刻板印象吗？不是吗？不是每个日系 RPG 的剧情差不多都长这样子吗？那你推一个没有的，我来拼拼看他是有没有。法环也没有剧情，他只有故事观。不服来辩。够了没？可以帮我说一句话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是够了没？我想下一关，不然你们抖给我玩玩看。如果到时候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要求退费。黑魂有剧情，黑魂没有剧情啊，黑魂只能算故事观啊。啊，故事观是很宏伟，可是它没有剧情。魔物猎人也没有剧情，魔物猎人有剧情吗？魔物猎人那个算剧情吗？魔物猎人我觉得会比较偏尴尬，它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委托任务哦，我们要打这只恐龙，耶！我要打这只恐龙，这恐龙被打死了，这恐龙把它打死了，这样子然后就没了，就跟那个啊，就跟世界一样啊，那只恐龙在乱跑，我们要打它，然后死了。哦不，更多恐龙在乱跑了。如果是你是第一次玩魔物猎人，就是玩 World 的玩家，然后在吃软外时就会觉得，哎，大佬开放世界，开门快慢是看什么东西？SSD 玩过 Word， 你再去玩 Rise， 你会觉得非常的，但也必须老实讲，就是魔人自古以来他们的游戏就长那样子，创造一些可能是恐龙，可能原本是某些恐龙，然后可能加一些比如说吐火啊、吐毒啊、吐水啊、吐什么东西这样子，然后要加一直加，然后接下来就拿同一个骨架开始去加一些，比如说加石头啊、加油啊、加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糖醋鱼也出来啦，泥土鱼也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酸液，
对不对？有爆炸史莱姆，爆炸朔月，那个就是一个大锅汤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一期就拿那个勺子开始去捞那个恐龙出来，捞出来的恐龙就是这一期的魔物，然后给大家玩。大家玩完之后就哇，觉得好棒哦，然后就开始去等下一期，下一期出来之后那个影片，这一期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玩的时候实际上玩的时候还这样笑嗨嗨，笑嘻嘻啦。所以事实证明怎么样，玩家能要满足的其实也不过就这样。天命二个窝分选一个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为什么要选？为什么要我选？为什么不能选两个？为什么不能选第三个？难道不能选 Total War Warhammer Vermintide 3吗？不行吗？不行吗？不能选 Ring World 吗？不能选 Minecraft 吗？不能选星海争霸吗？不能选星际帝国4吗？为什么不能选？为什么只能选 Warfen 跟天命二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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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讲啊！说啊！2022年了，观众只剩下两个游戏可以玩。现代年轻人哦，操！想当初我一次玩十几个游戏，甘子树连上升都没有上升。全民枪战跟窝分选哪一个？为什么我要选？就说他逼我，午餐就已经很难选了，你还要叫我选这种东西？什么我跟你妈掉进水里面？那我当然是自己先游走啊，关我屁事啊！先保命，要不要救人？先到岸边喊价。你如果倒绿箭，我就救你3000块。然后一群人在旁边喊3000、2200、1000块、900、800、800一次、800两次、800三次，他可以去救了，可以去救了。喊完就溺水了，刚好可以拉回来，好不好？刚好就直接上岸烧一烧，上岸烧一烧，烧完之后怎么样？再倒回大海，循环产业链。比较暗伤其他人这不就来了，提早生日把 Tano 生存补助金发放。提早生日，为什么今天要发补助金？感谢 CKTTN， 感谢感谢人老谢发破盾的影片啊，可是又没有人看，又不打夜灵，你们都不打，又不想学，又不想打，又不想刷，又不练，又不学习，啊你们看屁啊。夜灵混分指南，夜灵混分指南，我不是上了吗？还是你都不关心我？你都觉得我没上，我都上影片了，啊，你都觉得我没上，然后一直问说，欸，你什么时候上？这为什么不上？啊，放影片之后你要教啊，你要讲啊。事实证明怎么样？没有人关心我。看了老谢一轮，从一夜一轮到一夜五轮，真假的？有这么夸张哦？一夜一只照历史变成一夜五只照历史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可是要等100年之后。不行不行，百年树人的树是动词，什么？百年树人的树是动词，不是100年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树人吗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那个魔戒里面的那个吗？难道我这么多年都误会他了？知道是要选择题吗？可是你在问我选择题的时候，是不是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选择题了？所以其实你没有让我选的意思，所以不要，因为你没有尊重我。你没有在问我要不要选择题之前，先问过我的意见。爆炸武器要进冷冻库吗？我觉得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自古以来齁，第一的改动就是等。他改完之后，你们再来试试看。你们知道战金，我不知道现在几点零，2.0吗？战金2.0还是3.0？在出来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全世界人都在哭说夜灵要死掉了，没办法蹲我，到底要怎么打夜灵？啊，现在嘞，秋海嗨，不用蹲了，不用砍了，不用怎样怎样，这个也不用，那个也不用，场场都六轮，没有 Chroma Prime 我不会破关节，没有虚空重击我不会破盾。啊，现在嘞，每天都把话讲死，到最后把自己打脸，打脸完之后才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那你就等它更新完之后，你再自己试试看嘛。近战 3.0 也是几次了，对不对？整个更新都在迫害夜灵。对啊，砸日漫，还有永恒灭绝跟永恒什么永恒猛攻，把它按在地上摩擦摩擦。精圣殿带毒妈炸超爽的 ，Poison Mother。现在我都要把你们的昵称把它翻译成英文，就可以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意思了。嘴人警告，嘴人吗？嘴人吗？血吗？布拉德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词吗？火妈是什么啊 ？Fire Mother 是不是 ？Butterfly Sister 是什么？蝶姐，有了有了，大家都开始 get 到那个点了。每次听人家说花甲，都以为是 Protea。就是 Whisper 不是应该是魂甲吗？那所以是不是直接念 Whisper 或是直接念 Protea 就好了？一定要念一个什么甲吗？什么甲吗？ Protea 的昵称是茶妹，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Protea 的昵称是茶妹。T-Girl
还是什么 T sister 犀牛最正常 Rhinoceros 的 Rhino。对，如果你讲犀牛，我是理解的，因为那个字词就是这样来的。Protein， 那你为什么要把两个字分开来？那不然你们会把 understand 弄成 under 跟 stand 吗？你们会把理解弄成下面站起来吗？所以老师问你们说，你们理解了吗？然后你们就会勃起，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还是你们勃不起来，因为勃起功能障碍？老了，老师在讲数学的时候，你们就垂下去。看五秒钟就听到勃起。原来你进来五秒钟你就勃了，可能要寻求一些医疗帮助。当有人问你了不了解的时候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在那一刻都会勃起，因为 understand。